作为我们的指导单位，由厦门市文化局，现在叫东海舰，是老百姓的。做好事，送王船做好事，请他们吃饱饭，再把他们送上王爷的王人，甚至成仙，就是把沿海上会作祟的这些，好像像地痞流氓这样子。但是我们要把他们的。